接两个竖画，竖画要有高低变化，两点向竖画靠得近一点，两点的形态要变化，这个方向横画要长，要稍微细一点，下面两点对形状，横向右上方斜的竖钩要稍微粗一点，点向上靠，向中间靠的紧粗一点，右边的点相对说要写的饱满，横画有长短变化，这个最长，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的，两个竖要短小，这个竖钩略长点。